人来的不少啊。不准这么说话。这是我们后台专用的语言表达方式。让他们把吃乐都抄了去了。来了不少人，没有办法，剧场小，对，没这么多的凳子，是，好多朋友都站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好。现如今来说啊，能坚持在剧场说相声不容易。对，为什么呢？不挣钱，干点别的都比这个挣钱。是是，还挺累啊。我们好多演员，比如说愿意做个主持人呐、演个电视剧啊，是，做个生意啊，那都赚钱，都比这个来得快。也不能怪人家。对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，我们后台演员也有出去干别的，那是啊，比如说拍戏，好多人都去过，是吗？能说人不对吗？哦，李菁也曾经拍过戏，也干过这个，有一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片子，叫《墨》，哎，墨墨，我演什么呀？你演男主角，拉着墨周游世界。哎，我还得来一眼罩。对，要不你不好好走，你知道吗？驴是怎么着？要不说演戏不容易呢，这是个力气活。那我还得带一驴形儿啊。徐德亮也去拍戏了。哦，拍的什么？拍的是一部电影。哦，叫做《寡妇》。寡妇？徐德亮扮演寡妇的丈夫。哎，这还不如我呢，他演死鬼。刚一出场就让人害死了，那你瞧瞧。还有我们的老艺术家，谁呀？范振钰先生。哦，范先生也去拍戏去了啊。潇湘电影制片厂，这叫什么呀？叫《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十万恩仇惨案记》。哇，这名字够贫的，光这名字就得走四分钟。对，故事情节很简单啊，有一个纨绔的少年叫张二狗，不学好，吃喝嫖赌，后来被他父亲堵在屋里边了。他要偷钱，父亲就说他，爷俩说急了，他把他爸爸宰了。哦，尸体上浇上汽油，一把火烧了，装在棺材里埋好了。20年之后，当地来了一个检察官，把案子打开了，官司刨出来一瞧，里边躺着一个人，经过检验才发现是他父亲。哦，就是这么个情节，一个侦破的故事。前半拉这个父亲由我们的老艺术家李丁扮演，那范先生呢？扮演开棺验尸的父亲。哎，这像，化妆都不用。不许不尊敬老前辈啊！这不是您先说的吗？又可不许你，知道吗？我也总想拍戏去啊。您找个机会，可是不合适干这行。是啊，我这个人比较低调。哦，从小的时候学相声那会儿来说就不吃香。嗯，人家都比我好。是吗？台上也比我好。哦，我台上不灵，我上去说相声呼啦全出去了，都得打那会儿过啊。一回两回三回五回团长不干了。是啊，不让我演出。哦，后边跟着搬搬桌子，扫扫地，拉个大幕上，干个杂活。你还别说，真有观众找到后台。是啊，找我们团长。哦，为什么不让郭德纲上场？你瞧，有替你拔创的，必须要让他上台，还是有人爱听您。他再不上台，我的冰棍全化。哎，卖冰棍的呀，只有我上台，人们才出去吃冰棍去。嗨，您这艺术不怎么样，没办法，跟着熬吧。啊，后来熬到毕业，随团演出，每天相声古曲干专场演出啊，观众实行上花篮。对，给演员上花篮。是是，人家古曲演员一对一对接着上，您呢？我是连个花圈都没有。啊，您瞧差哪儿去了？气得我没办法啊，一咬牙一跺脚不干了。哦，演电视剧去，改行了。怎么不是吃饭呢？对呀，一部戏红了我就了不得了，是对不对？嗯，可是发现那个圈比说相声的还难混。哎，那圈也复杂着呢。为了上戏，很多女演员都跟导演睡觉去。您这是实话呀。我恨得很啊。您恨什么呀？你们都睡觉去了，我们男演员怎么办呢？啊，女导演实在是太少了。
儿想啊？为了事业嘛。啊，为了中国的影视业嘛。嗨，提不上那个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有一次一个戏真有一个女导演。哦，37岁。是我那年21，岁数合适。我想了想，要啊，合适是吗？我合适，合适啊。啊。再这么说话我抽你啊。我想了想，为了中国的电影事业，我喝出去了吧。别老提这个啊，换换衣裳洗一澡。嗯，晚上去了，噔噔噔一砸门。嗯，导演一开门，我一瞧不见，这事成不了了。哎，怎么不进去了？制片主任在屋里躺着呢。您说够有多乱呢。不干了。嗯，不干了怎么得吃饭呢？您干点什么呀？上哪儿挣钱去？就是有一个朋友找我啊，广告干吗？哦，拍点广告。这合适啊。啊，拍戏好几个月受罪得熬着，广告3-5天就得了。这快呀。哪儿啊？嗯，东北长春广告，你演男一号。嚯，我说行，我说我去吧。嗯，可是很着急，要在北京化完了妆换上服装去。我急活去了。北影厂化妆师给我化妆啊，我说那个我长得黑一点，嗯，您受了给化白点。嗯，你这还白呢，我告诉你吧。 啊给我化的这个黑呀，冲镜子一瞧，这是我们这个。嗯，这人物需要。给我找了一身黑颜色的衣服，嗯，穿好了，上火车走奔长春。一上车谁瞧见我谁害怕。是这模样是够什么玩意儿这是啊，黑狗拉蛋的这是。嗯，我也不跟人说话，低头走吧。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往前走，有一个车厢4个武警压着一犯人。哦，武警都端着枪，犯人这手铐子铐着，铐在上面，这人已经颓废了啊，低头无语，估计到地儿就得枪毙。哦，我打跟前一过，他抬头一看我，他看见希望了，他。您琢磨这得什么模样啊？来到长春，找着剧组，我说我来了，啊，就等你了啊，来吧，拍吧，啊，八宝粥的广告。哦，我说这简单啊。是是，我说我是男一号。对，你是男一号，女一号呢？那笼子里边了。哎，笼子里呢？我一瞧，马戏团进一猩猩来。哦，母猩猩啊，比你这个还大。哎，您别这么比。我说我跟他演。对，你跟他演。嗯，我说我换换衣裳，那不行，你换衣裳，猩猩不干啊。那位。为什么呀？啊，他给你看，你跟他差不多才行。哦，我说导演说戏，这不是搂着他，打开一罐八宝粥给他灌嘴里边去。嗯，然后我说太好了，就完了。这简单，太简单了。嗯，我说给多少钱？你这个3000块钱，不少，合适，来吧。嗯，这都准备好了，我搂着猩猩，拿着八宝粥，导演说开始。我还没开呢，猩猩抢过去，嘣打开了。啊，一搂我肩膀，蹲蹲蹲蹲蹲蹲蹲。给他灌下去了，灌完了猩猩还冲这样啊。这猩猩也会啊。我说那重拍吧，导演说没事一样。哎，啊，谁灌谁都行啊，一样。嗯，广告播出火了。是啊，很多观众打进电话来。嗯，到底哪个是猩猩哪个是人啊，分不清楚了。攥着3000块钱回北京啊，我有钱了。哦，有3000就有钱了。我下一步我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干点什么吗？我有一朋友告诉我了，你必须要出名。嗯，出名你才能够挣钱，名利二字是你必须争取的。实话，你要上春节晚会。哎，那是个捷径啊，一夜成名。对，我说我不认识人家，你甭管了，我领你去。嗯，我认识导演，给你引荐一下不就行了吗？哦，我说好，有什么条件吗？你拿5000块钱。啊，5000不多。我说我就3000啊，啊，就3000也行啊。好，太过了，打一欠条啊。嗨，以后成了腕还我。嗯，行，给了3000块钱，一会儿工夫带我去见导演。我一瞧，假的。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骗人啊！没有大胡子啊，没胡子。那导演不一定都留胡子。人告诉我，今年改了新款的都得这样，知道吗？啊，嗨。啊，胡子都弄起来，这样才行。谁说的呀？哦，我说行。导演一说这事儿，导演说这很难啊。嗯，我们这半年前就见组，你现在来太晚了。哦，不过你这他是我的朋友，你也不能白来。嗯，你先跟着忙活忙活吧，干点活什么啊？天天跟剧组里边打杂啊，做卫生、拾弄屋子、送盒饭，给导演遛狗也不容易。给导演遛狗，你说多缺德，让我干这活。哎，就这破狗，走一步一停，走一步一停啊，遛一圈一天啊。嚯，那怎么回事呢？我给他领到钟表店去了。我说您看看这个，一步一停，怎么回事的啊？这
修得了吗？这个甭管了，搁这吧，我们给擦擦油泥就行了。嗨、啊，这也胡出主意，弄干净领回去。导演乐了，哎呀，你是太聪明了，把、啊、这狗你给修好了。啊、行，说以后有什么节目你可以上 啊，你跟现场盯着吧。是，天天跟现场这儿盯着，一天到晚把人累死了，忙死了。哦，做卫生也是我的，嗯，到点盒饭我去，嗯，搬矿泉水全是我干，忙不过来了啊。我说我来哪个活呢？哪活合适啊？哎，有一个群口相声。是啊，我说这我能来啊。啊，对，您就是干这个，140人群口相声啊。啊，哇，那一人分不上一句吧？啊，这景好啊。啊，正当中这有一大水池子啊，这边两边都是山，山，哇，这一开始的从上面有飞机，飞机先扔下10个说相声来，啊、哇，别的相声攒下来，观众朋友们，春节好。啊，这是拜年。哎，打水里边呜钻出50个说相声来，给大家拜年了。吓人不吓人？两边在山上，这山太高了啊，40米，就这山脊40米。哦，打上背降了伞都跳下来，全国的朋友们你们好，春节好，放下来。到最后啊，把这逗哏演员拿洋车拉上来啊，坐着洋车上啊，逗哏演员冲大伙挥手啊，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，我听着耳熟，大伙儿站齐了啊！咱们说回反正话吧啊！啊，我说一句，你们跟我学，嗯啊，大家春节好！这大伙儿一块儿说春节好，大家完事140人鞠躬，节目完了。来、哎，这功夫全耽误在拜年上了。这行啊，这我行啊啊！这别说我弱智都来得了这个啊，这谁都来得了。这我来吧，这行行、嗯。导演说那你得等着，这些演员都是挑好了的，嗯，不同的渠道、不同的角度来的，都有关系。非得有人不干了，你顶上才行。哎，等着吧。天天跟现场等机会，烦得我没法没法的啊！现场还出事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看，有一观众彩排，有一观众啊啊，现场生孩子，嚯，敢寸了，乱了哄哄，好几千人坐那儿，他那生孩子，嗯，打电话吧，车来了，我往车上搭他，啊、哦，他走了回来收拾，啊、哦，这都是您的事儿，都是我的事儿。你看，急得我没辙啊！机会来了，什么机会？正等着呢，那天彩排啊，大山上不放下跳说相声的是啊，有一个吧唧下来，降落伞没打开，嚯！啊，那万幸啊，万幸啊，嗯，万幸脑子是冲下了，啊、这还万幸啊，冲下了啊，那非摔死不可，哎，死了，是死了，脑袋进去了，脑袋进去了啊，这完了，我这来机会了啊，苍天不负苦心人呐，是是，我找导演去了啊，导演，这机会来了，这回行了，这行了，这死了啊，我替他吧，我来这个，导演说你来晚了，啊、怎么的，把他推下那人已经替他了，哇、啊。这都什么人呢？这是急死我了。太不像话了，还让人活不让人活了啊！就是急得我没法没法的。嗯，我找我那朋友去了，退钱退钱，快、哎、不干了，3000块钱给我啊、哎、啊！不干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人呢发不了财，怎么呢？知道吗？心眼忒窄、哦。再一个，你跟导演什么关系？遛狗都找你，你是亲职近派呀？是是，跟他说去，怎么不能安排你啊？脸皮薄，知道吗？哦、你得脸皮厚，想上春晚吗？想上春晚吗？脸得厚，你懂吗？嗯，我说我这不行啊，我这要不你教教。我哪教的你？你找老师去，找脸厚的，看谁脸皮厚教你。哎，我一想，谁脸皮厚呢？想想那天现场生孩子那大姐行，这怎么行呢？好几千人看着生孩子，这可以吧？这个对，这算前辈了，这个脸够大的。买点东西，我瞧瞧去吧。是，瞧瞧。再一个也不是外人，啊、谁呀、啊？李菁的姐姐、哎、啊。我姐姐没跟你说这事儿吧？没有。买点水果，看着去吧。到医院一进门，坐在炕上正哭呢。嗯，哎，这多丢人呢、啊！这个他也知道害臊。几个护士还劝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呀，不行，那么些人看着我生孩子，你说这玩意儿以后怎么见人？好几千人看着我，护士还劝呢、嗯，不要紧的，别往心里去。那年申奥成功，天安门前面有一个人生孩子啊，好几万人看着都生了。就是、啊哎，那也是我。